今日食翻餸，早啲。啲飯仔啊，喂，早啲，好餓啦。啲菜心邊度噶？邊啊？呢啲咯。喺大陸嗰啊。哦。我講冇錯，再種菜啦，都冇地方種，慢慢喺大陸嚟噶啦，話新界嘢呃嘅。在疫情的時間呢，就最困難的就是那些物流司機，即有些中了的，即有些即疫情中了之後就上不了國內，就找些司機去頂咯，最困難的司機就要拿10,000-20,000一個位咯，就過深圳過關，對國內的接駁司機就要找，那個就要3,000-5,000一個位，那時是支出費用很大，那時是不要說賺錢的問題，是就在供應香港的普遍轉演，那食物供應就我們主要是疫情之後呢，到我們的運作真的很暢順了，現在可以司機直接上就很方便，現在就